你们快看，毒气孔的真的好帅啊！帅有什么用呀、啊？给我接招吧你！Oh my god！ 没想到巨型电功能居然直接掏出轮盾牌，厉害啊！接下来轮到我自爆马桶登场了。阿正，盾牌没了，哥们你跑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小子完蛋了！快看，兄弟们，电功能马桶又打起来了！你们这群垃圾监控人，尝尝我的魅力电影啊！往你们快看后面啊，有两个电功能偷偷摸摸的爬上去了。太好了，干得漂亮啊，兄弟们！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他还能反击啊？看戏看得挺开心啊，诺诺酱，还有我们呢。你们又是什么玩意啊？吃我一拳！快来啊，诺诺酱，帮我们审出这个马桶人的下落啊！当马桶人真是太爽了。老实点，告诉我他在哪啊？你想知道啊？我才不告诉你呢。要不然把他解决掉吧。快点啊，这马桶人都疯了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嗯，给我接招吧，诺诺酱。